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复活学生 I Universe》，然后是国际服的。这次整理的好像还没出来啊。找下标题，国际版未来视角色列表与评价 ，Google 试算表连结哦。那我连结先放着啦，它应该会更新吧。好，然后来看一下公告。圣诞节。哎呀，好像没有圣诞节活动，还是有，很早之前就开了，太早开了。然后这次奖池多了三只哦，我应该也不会抽吧。哦，等评价出来，我再看看要不要抽。布鲁皮纳、沙夏、里奥纳多、皮卡丘是吧？然后登录纪念。那新的活动降临挖赫神，很奇怪的翻译。第三回迷途的世界塔，又开世界塔。好像有人打到快300了，是不是啊？我看看，怎么洗到不见了？236啦。我还在110。236太遥远了。然后这个是28号开放了，108关卡冲刺。开放的时候再说。然后28还开个财宝洞穴跟离道场挣两倍。然后就新的奖池嘛。这看起来应该也是卖造型的啦，不用太期待。还是造型里面也会有超强角色。第三回，世界塔真的不好玩啊。可能有人觉得好玩，反正我觉得不好玩。打半天。这次的活动。换 SS 巴尔曼德，那里面有 SS 的拐杖坦建的。SS 巴尔曼德哦，然后高难度 Romancing， 然后角色这个不重要啦，1490参考而已。巴尔曼德这只好吗？没什么印象，不是这只吗？我这只是挖赫神，这只才是巴尔曼德。可是他不是送剑吗？为什么这只是斧头的？好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剑，然后角色是拿斧头的，很可以。活动限定任务啊，兑换锁，我要登录纪念。什么错误异常？这只是显示错误吧？S9945吧 ？A0 吧？我都没有仔细看嘞、它应该只是显示错误啦。哇，好酷哦 ！A0 吧？我还不把它抽爆的。还有，修正前也还可以，掌握它应该只是显示错误吧？显示错误吗？如果几率错误就大条了。修改上限哦，赞！现在变成90000，可以放更多的远征券。修行者厅，这开很多次了，22号就开放了。随便扫一下，反正有个修行者厅。还有这次，这开了吗？我上次是不是把它忘记了？今夜之试炼。
欸，还是我上次有开，我忘记了。我螺旋回廊重置，欸，我到底有没有开啊？我印象好像没有开，没有开台。然后螺旋回廊20号重置啊，每个月20号。上次印象好像是庆祝活动，兰花嘛。好，然后这次的活动，我应该插轮门型没打过，让它跳完吧，跳掉。嗯哦，星夜之试炼我没有开，世界塔、挖赫神、修行者停到这礼拜五的刺威格决斗技。欸，我有打，欸，没有开。哦啊，这个就打上去有奖励，这样好吧？那重复打就没有重复奖励。剩下五天，尽量把它打完了。我打到15就卡关了，然后修行者听我应该换差不多了，反正有新东西可以换。现在体力药剂换不完，算了。嗯，然后这次的挖赫神，如果 mention 没有过，多50钻跟70的珠宝徽章。咦，那特定角色有追加掉落？有追加，好吧，可以。如果需要追加掉落，可以选一下角色。然后这次送了我换不出来，哈哈，等一下我看是不是真的换不出来，换不出来就下次再换了。要250个啊，我136啊，不行，那我下次再换。然后 SS 的武器哦，我降糖，欸，还有一个乌鲁皮纳 A 的碎片，白金票券，我白金票券爆仓了。然后什么音符啊，练达之阵，还有一些消耗品，分卷体力药剂。好，我慢慢把它换掉，收台再来换。然后就又是世界塔第三回了。哎，欸，我本来就要开三次啊，结束第三回。好。嗯，哎呀，那个券哪里拿？哎，我有了，可能是登录送的吧。哦，我说才打好了，我卡在110啊。嗯，后面关卡可能参考一下其他人的比较有用。哦，那来看一下强词吗？没有参考资料，欸，我随便看一下好不好？我是觉得这个造型的应该都通常不会太强了，全体双属性 D， 亮剑全体 B， 全体双属性 A， 好像全体有 S 的了嘛，欸，这次好像是还行，但是没有到很顶吧。回复 HP 全满，攻击上升，攻击上升，好像我没有觉得他很强啊。嗯，圣夜闪星剑招式啊，双属性全体，哇，有喜欢的就抽。然后这只补血的嘛，进化降智单体，哦，全体双属性 V 降精神，然后我方精神上升。嗯，被动的话，欸，回复行动时自身 HP 回复，欸，它是回两次的意思吗？好吧，蛮奇怪的被动，再补一次血还可以再全体补一次吗？效果极小啊，没什么用。回复呼吸，自身回复 HP， 伤害。感觉也是造型啊，沙夏，然后里奥纳多，嗯，
连招式都不想看，单体 V，腕力上升，全体 C，全体双属性 A 哦，士气上升，防御提升，这个应该不能叠加啊。这如果可以叠加，还蛮神的。虽然他 BP 要16，那 BP 回复3，战斗开始时，然后大剑伤害。哦，我觉得个人认为应该是卖造型的，有点强，但是又不会太强。哦，可能会看错啊，但是没有很想抽。然后之前的兰花池，路西法，那个桥，这个这池是干嘛的？白金票券哦，那个白金票券还可以换一个指定的哈，它还有40几天，对不对？先看一下，不然又忘记。我也还没换呢。如果你王者之剑还没抽到，我是觉得可以换啊。诶，哪里去了？王者之剑呢？诶，没了吗？哎呦，特选白金风格兑换锁。一个还有36天，那就缺什么换什么啊！如果你那个这只吧，艾伯特，王者之剑的艾伯特没有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换一下，不然慢慢抽也可以。这我记得我日服应该都有了，可是其实有漏掉了，印象中应该都有抽出来，那这边的就不确定了。好。那我来抽东西。那这次新开的我没有打算抽啊，有喜欢的自己抽，没日的我抽了。然后这个白金我抽到500张吗？还是不要抽了？哼，还不知道有没有开到上限呢。我留一下好了。螺旋回廊，每个月20号。咦，这个 boss 会堆到1000张，都是抽出来的。螺旋回廊好像放新角的话，都会要用新的票券嘛，我记得是这样。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变规则。都抽出来了，还是我应该先抽别池？这个几率有点高哎，浪费在这里。我先去抽白金票券那一池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再回来。这个999爆炸了。这池我应该也差不多抽完了吧？还是还有新的没抽到了？我还是这个时候应该去抽新池，感觉几率蛮高的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哎，又中了，我要不要抽一下？突然觉得这个几率，再中2只我就去抽，没有一只而已。还是这样抽就把那个 SS 的运气用掉了。好，没了，好，不抽了，把这边抽完就好。你看那个几率有点夸张，1张。你后面还有什么池可以抽啊？看一下，后面就诗人哦，米扎尔，还有那个暗之女神，
好，我留一下好了。万一钻用光，后面没得抽，也是蛮伤脑筋的。还是其实没有抽也没差，我日服的没有抽也是可以玩的。我只是有抽到的角色，有的时候打比较快，比较好打这样。那都重复了、啊，有、欸哦、新的，葛雷，哎、欸，这次我没有抽到，哦，3S 单体，哎、欸，有4S 单体的、啊，乱花雪月，哎、欸，乱雪花，乱雪月花，怎么念都不对，不是什么风花雪月吗？有雪有月，乱花，哦。怎么念都念不对，又让我再念一次，没有字在那边，我应该还是念错。还有没有新的？现在抽一次。欸不对，还可以抽很多次，我箱子还有没领出来的，我把它抽一抽好不好？后来那个箱子塞满满的。哦，也没有很多呢。圣诞帽，圣诞帽应该是那个礼诶抽奖箱什么的。我的蓝位爆掉了。对阿正，哦，应该，哇，怎么还一堆武器？等一下，这堆武器怎么来的？我都没有领哦，是多久没有整理我的礼物箱啊？我还以为那里面就是那个，哦，我收来再来整理，我以为就是一堆白金票券哎。没那么多有的没的，先把白金票券抽完，还是螺旋回响先放着，不然好像要抽很久哎。我看这次螺旋回响能不能破999好了，还是我抽到破之前，那就下一个螺旋回响新的票券又出来了。哎，艾伯特，不是这只啊。王者之剑好用，虽然也就快一点点，还要中休克的时候才有用。如果全体技可以秒杀，好像也用不到。哦，运气开始又变差了 ，SS 又不出现了，欸，又有了，这个主线的角色可以不要塞到僵尸里面吗？
哇，还是那是给懒得刷主线的人抽的。OK 啊，那个螺旋回廊，我觉得我下次再来抽好了。嗯，剩下都是要花钻的奖池了。好，那差不多就这样啊。那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更新呢？感觉应该最近很忙哦。嗯，你现在还在努力更新中，敬请见谅。诶，他沙花叉是谁？我不知道是谁。好，那就这样先收台了。